小猫就是这个，哇，这两，哇，它这个跟手臂一样粗了。哦，我就想留着它的长度，这个长度我挺稀罕的，但问题就是要留几片叶的问题了。我建议啊，留一到两片，一到两片，其他可能都得忍痛绞掉。这个宽度其实是我觉得是够的，我先两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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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个窄了，你想啊，它稍微歪一下，最起码它还能有东西攀爬，对吧？嗯啊，可惜这个没有更宽，如果有这么宽的，是啊是啊是。但这个高度我感觉不够高，怎么办？我只能够靠这个长度，然后两节在一起。OK， 卡在一起。对，他们搬哪儿去了？搬到花房那里去。OK， 左边的。左边，好。这个玩意儿不够，这个长度还不如龟背竹长呢，这肯定不够。这个接一下呗，就只能两个，后面粘不行，它得是卡着的那种。它明白了吗？就是也不倒那种，是不是？必须要不倒，必须要不倒。明白，否则爬着爬着它倒了，对吧？你看我的整个，你交给我。好，哎呀，看看啊，咱先整这颗呗，就是它其实不会到这里，这里会在土里。那你就再往前点，往前这里会在土里，再往上。好，好，两节，应该在这儿，最少两节。哥，你还得给我们留出家的空间以及未来，是吧？未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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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预设未来。好的，好的，要预设未来。明白，这么长？对，差不多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样。就是在这打俩眼，一面两个，绑上也不太行哈。拿胶粘再打眼，拿胶粘再，好嘞，妥了，这点活交给我，点细活啊，我再把我手粘着上面，我跟他一起站着。我刚才突然在想，这架子也够沉，也够稳。他不是说我压在那里，有个石头压住它，四个角都压住，埋在土里。你还是埋土里吧。埋在土里。你看他那个粗壮的这个。该比过了没有？比过。比过。比过了哈。对他来说有点小儿科了，这个盒儿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咱们要不要先把它看怎么弄了？因为不管是切也好，还是消毒也好，它是关键，因为它时间要长嘛。要先整理出来一个，我举一根给你看看。对哦，他俩是拆不开的，哦，他俩是一块儿的。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。为什么？这两根缠在一块儿，根缠到一块儿了。对，我当时不舍得下剪的。气生根是抓在了这个石子上面，抓得很牢固的，不要拽，用那个腻子刀轻轻的铲。不去损坏它那个。它的气生根捆在了一起，但是他俩你搞不定啊，咱们都搞不定他俩。我觉得如果是最怎么说呢，保险的方式就给他截断了。你说把这个截断啊？你早说，我就不穿这身化妆过来。你这身特别想干活啊。这个东西也好消毒，我们拿一个垃圾桶，里头泡上多菌灵或者高锰酸钾，然后给它泡大概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，因为它粗，然后再给它往它放到外头，30多个小时晾干，直接插土里了，就等着它起死回生。我建议它剁断儿。还没想好，他估计不想做这个决定。让他再纠结纠结。
大川，哎，帮我扶一下这颗。自己来了。张默，哎，我脚了。哪脚哪儿啊？等会儿。这一页，晃的这个。哦，这还有一颗新叶呢。拿不准呢。新叶可以留着。你说这个是吧？行吧。那个新叶会不会想的养分更多呀？对。这个叶挺大。20年了，长成这样。差不多。绝对的老张。这两片叶能，还是要。其实你要剪顶芽也可以，那片叶子留不住。OK。拜拜。哇，这剪完那么漂亮，有没有我扶的原因？没有一点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站在那儿。才能显示的这个漂亮，就把我一起种到盆里去，晚上天天一日三餐喂我就好。给你拍个照。反差萌。哇哇哇！像那个叫什么？行。能看出来它多大了？看出来它多大？还可以吗？我1.9米啊！哇！可以啊！它已经开始吸我的养分了，它一定会茁壮成长的。挖个坑，埋个土。哎，我们数个1、2、3、4、5。啊，对，可以的，边上。挖个坑，埋个土，数个1、2、3、4、5。小熊花园，全是土。来，哎呦，慢点！哎呦，宝莲灯哎！来，给你们看一眼，张默会去掉哪片叶子哈？这个我不心疼，因为我本来也想下剪刀了，因为它过密了。咔嚓。这个不心疼。小马，你选一片叶子，你就可以剪掉的。啊？小曾，你选一个叶子。你选完我看是不是跟张默的理念是一致的哈。我选这个。哎，我想想啊，哦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因为它这是一颗下来的，把这个也剪了。三颗还是两颗？三颗。可以。那就把这个也剪了吧。两颗。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。OK， 好，差不多了。这个怎么？那个、就是、这个有可能是弄到墙上的时候是被一只窝的。这个是在你的棚里面啊，挤住了。还有就是它磕和磕之间挨得很紧，那叶子长的时候，其中有片叶子很有力，就把另外一个顶成畸形了。这个要剪的还挺多。来，那个小马，你来下剪刀。小马在专注着想着怎么要剪叶。这块也太歪了吧！这个，这种歪的是证明它。那个小马，你刚才那片叶子可以剪，但你不要剪这片，这叫顶芽，这枝里的最后一个叫顶芽。你要剪断它的话呢，它下来就只能再长侧枝继续长了。但这个呢是中间的一片叶子，所以可以剪掉它的。像刚冒出来。对。我想剪这个，刚刚看了一眼。啊，行，你剪吧。这个呢，一般来说，买回来这样的龟背竹呢，这种都是不是我们讲的老桩，这些的枝很小，应该是老板从某个枝里面剪下扦插。就像咱们剪下来然后对插插，所以它是一个，你可以理解成叫一年生或两年生的苗。老桩的话，一颗足矣，一颗就可以成林。但这是五颗种在了一起，所以呢，它挤在了一起。将来长大的时候，你想分很难分，你只能做一个取舍，就是下剪刀，
削剪刀意思是整根剪掉吗？不是，是上面根部啊，嗯，全部团成一坨了吗？怎么都挪不开，底下根部不动，那上面开始剪。你把根得剪了，根才能分开啊，分开，嗯，就得剪根。但剪完根以后呢，我们就讲叫动了根和伤了根，嗯，它长出来叶子会特别小，我们叫缩叶。你看我们说现在叶子，它越长就会越大的，你看这片叶子越长越大。结果你换完盆以后呢，再长出来叶子呢，突然间变成一个像这种小，对，这种小叶子啊什么的，缩叶，而且还不开背，嗯，像这种叫不开背，嗯，所以呢，一般的人呢就会提前给它分了盆，嗯，会提前分盆，明白。这个上面你看见别人家里花里面放了这些小黄历，这些是什么？猜猜？营养驱虫。小莫说过，缓施肥。对。啊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就是。它是这样，因为它后头有一层厚厚的膜，然后你每浇一次水它会脱落一点点，所以这叫缓施肥，就是说这样的话它非常缓慢的一点一点去就均衡的营养去分配的，而不是一次性给它浇多给营养，就营养过剩或者是怎么样的，所以这样是缓施肥。也是一种懒人的做法，它一般能释放三个月到半年吧。哦，这么久。对。今天学了一个坑，龟背，龟背就算是天南星科很代表的一个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东西。你家养这个养多吗？不多，对吧？嗯，你主要是以什么科为主？我也不知道这都啥科的，文科理科我也不知道，有点偏科了你。混完以后，进一点去。珍珠盐混吗？是这个珍珠盐要混进去吗？姐姐帮忙看看比例，有点多，有点多，我觉得有点多，少一点。这一小半放这个里面吗？这还有这个盐？哦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你不用全都放，这个咱们就是只针对它。这个里面你就对，先放在这里头。这个多了，这个多了，这么多可以吗？我就好 ，OK 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你快乐吗？满足吗？快乐吗？太快乐，满足吗？今天专注力得到提升了吗？哇，老专注了，哥，我的哥，我的哥哥。哎呦妈呀，哥有水吗？你能给我搞瓶水？没水。你去喝水。先来点底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缓施肥要不要先放？可以先放一点。我给你拿，在哪儿？在前头。我有一个，我开了盖的，有一个，我想想啊，我装在哪里？刚才我不是看到了吗？对，刚才那个是没开的，先用吧，不管它了，剪开它。先别填。还没填吧，放点肥。你可真狠。来，这样再来一层就可以了。来，进吧，走啊。别踩着了啊。好，叶子多的冲外哈。好。好，来进。慢啊。对。行。放了啊。好，放。放。好，小马，靠你了。挖个坑，挖个土，数个一二三四五，应该问题不大。这里呢，因为没有风，我倒不怕。现在我还需要再有一个，再插枝，对，再插枝杆，我就应该能够。我想使劲勒的，我怕勒坏了，勒出印儿，这样行吗？嗯，别，有可能会出印。哎，可以。一克量。嗯。哦，整整一克。呀，这不是传说中的
大师兄啊，不是传声来啊，就是，哎，你演那叫什么？列兵里那个叫列什么玩意儿？裂开，裂开，浇水吧。慢浇，一点一点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生根粉，就是给营养的发根，就营养啊。诱导它发根。苏文哥，哎，你那个灯不行啊，会照会热哎。哥，那你这个你不能放这边，这边没有灯，因为你看这直照这儿，你还不如放这边。这个也是补光灯吧？小的不是。小的不是。我就怕太热那个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这就没事了。希望他能活吧。生活很灿烂，自然有答案。阴天就发芽，晴朗就开花，再长出长夏。做一棵植物，或拥抱嘈杂，都扎根向下。不如跟月亮也说说话，聊一聊晚霞。世间忙忙碌碌的情话，阳光没变化。偶尔累了，别借过休息一下。等雨过吧，再向天空，再向天空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关注微博官方账号灿烂的花园官微，和嘉宾们开启治愈之旅。上微博搜索灿烂的花园话题，参与节目更多精彩互动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财经社，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，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，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，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，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，美图秀秀 WiFi 万能钥匙，无他相机美又 WiFi 直播，土八兔检票集团。咿呀咿呀哟，小熊花园欢迎你，咿呀咿呀哟。